天真弟弟真的是越来越帅了，而且我也知道他一直都在为家乡做贡献，做了很多的贡献。然后，以前都是在屏幕上看到他，接触他本人之后，发现他真的是非常的，就我觉得他比屏幕上更帅气，而且非常的善良、可爱、真诚，然后还非常的热心，啊，然后我们俩相处的真的像哥哥跟弟弟一样，所以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爱他。